虎扑八月五日讯，巴黎中场雷拉蒂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表示，虽然外界对姆巴佩和内马尔谈论了很多，但更衣室里的所有人都尊敬迪玛利亚。迪玛利亚是一名伟大的球员，他在职业生涯中几乎赢得了所有荣誉。也许外界更爱谈论姆巴佩和内马尔，但在巴黎更衣室里，所有球员都尊敬迪玛利亚。内马尔在昨天复出并出场了，这是好消息，他是这里最重要的球员。去年他在关键的时刻受伤了，我们都非常想念他，很开心他又重新回到球队里，这是最重要的，维拉蒂说。